你喜欢就好。那天晚上我在你家睡觉，我发现你在杂志的包包上贴了张 note， 我就猜想你应该会喜欢吧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天爱，比起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这个一点都不贵重。我。 送你什么礼物？然后我问你送生日蛋糕。天爱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天爱。我有准备一份礼物给你，你看看你喜不喜欢。 那天晚上我在你家睡觉，我发现你在杂志的包包上贴了张 note， 我就猜想你应该会喜欢吧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天爱，比起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这个一点都不贵重。我送你什么礼物？ 我知道粉丝们写给我的加油卡片，是你一个一个去拜托他们的，谢谢。那些卡片是你的书迷发自内心写的，他们是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，才会这么死忠。你自己要努力才行。嗯，我知道，我会。天爱，白老师，谢谢。 谢谢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好吃吧？这是我好朋友做的。好朋友？谁啊？延平。这个味道真的不错，我觉得他很有料理的天分，也许哪天可以约他出来交流一下。交流厨艺。 我告诉你，它煮饭真的很好吃。好啊，下次去试试看。白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这里，你这个是荨麻疹哎！你是不是对什么食物过敏啊？这铁果。你不要讲话了，我们先送你去医院。立TV线上影视。